东南镇阿丹里一条瓦经大乌口溪淹溪，还佫有50公尺还袂整治。镇内民众烦恼，若是拄着大雨，这附近200户的乡亲，甲几啊百公顷的农地，恐惊会做大水。婚礼馆机关蔡东富是邀集婚礼馆水利处、地沟科川局以及东南镇公所等等单位人员前往来会勘。经过杂草乌白生小路，在地居民是带领相关的行政单位来到野溪进行勘查。在斗南阿丹里有一条在大五口溪附近野溪，有50公尺是无整治。在地居民是表示是真烦恼，如果未来拄到大雨的时阵，恐怕会来淹大水，到时将会造成将近200户的民众，阁有数百家农地损失。啊，即卖即阵也无通，下咱拄到啥物问题哈？这水来到这，积了就规个就拢搁积倒转去，去到头顶迄往内潭嘛，搁积着啊。哦。吓啊，这即马就是安尼啊。咱阿丹车偌济雨，啊，迄田车偌宽呢？哦，田都田啊，这个三二八嘞，这都40-50架啦，啊，搁南迄边遐坐哩喏，阿丹羊拢总200几架哩。200几架。哎，几百哦，即马剩100几户尔哩。100几户。哎，即马100几户。剩伊个雨水啦、田水拢摆位遮来。拢伫遮来嘿。这怎么啊？咱拄啊换起来，迄个水嘛，拢聚遮来，规个拢聚遮来啦。因为大湖口溪现在正有中央的工程在进行，也是要整治这条野溪，就有工程对接沟通的工课。为此，婚姻馆机关蔡东富是邀集婚姻馆水利处、地沟河川局以及斗南镇公所的等等单位人员前往会勘，希望进一步来讨论出一个上有效率的办法，来解决现在排水的问题。要哪来解决呢？这阿丹这条算属野溪啦，吼，但是庄内甲附近的田园所排水吼，都是为这条咧抄啦。啊，当初是在考量讲，这堤防咧做的时阵吼，惊咱这做的甲堤防吼有所冲突，所以做甲遮。啊，本来就按算讲，等这个堤防若咧做的时阵吼，那么这条要延续落，啊，所以馆长呾交代水利处吼，甲我吼来遮。啊，就第五号川江吼，因为即摆接去迄边的工程已经咧做啊，咱即边也未做的时阵，是毋是第五号川江吼，伫工法上啊啥，爱预留啦吼，互咱好管护好来衔接这条野溪，会当来彻底即个解决吼，咱阿丹的即个庄内排水也好啦吼，一撮雨水也好，会当为遮来安尼。期待伫各单位的协调以后，会当来解决野溪排水功能，嘛来确保大湖口溪堤防的安全。记者丁佩莹采访报道。